黄焖鸡。看那边好有食欲啊。色香味俱全。然后羊排焖了一点点土豆。这个黄焖鸡不放土豆就没那么好吃啊。姐妹们，这个黄焖酱今天活动来了，一单加赠两包，十发八包啊，八袋，一袋的话反正就是可以做两斤左右的食材。然后做这一盘就放了一袋，就是说你放的那个食材少的话颜色就比较深一点，食材多的话颜色就比较浅一点，反正不能做太多，两斤半左右的食材随时做一盘还是可以的，很香。放了这个酱啥都不用放，要么把那个教程哈以文字的方式打在视频下方可以看一下，你们可以放香锅。这个酱不仅可以做鸡肉，还可以做排骨、猪蹄，都可以。哇，这个汤，这个汤泡饭好香。这个不辣，这个就是咸香口的，这个也没有甜度啊。是真香。哇，一包调料让你秒变大厨。有喜欢的要么把链接挂视频下方可以看一下，拜拜。